3月8号，在湖南长沙最繁华的五一商圈，有一条粉红色的斑马线，献给所有的女神朋友。这个礼物真的是太有爱了。那现在记者是在长沙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五一商圈。如果今天晚上来逛街的各位朋友可以看到了，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全新的斑马线，是粉红色的加爱心的粉红斑马线。这条斑马线呢是要献给各位女神朋友的，送给大家的3月8号的女神节的节日礼物。希望大家走在这条粉红色的斑马线上，每天心情都是美的。